上课喽！过年好，大家好。哎，我是村长。村长好。我是村长。村长好。漂亮 ，OK 啊。果俊，漂亮，亲爱的，你声音很美。OK， 你刚刚一讲，我的心都热的。OK， 那欢迎今天大年初二了，大家来到铁花村。啊，铁花村呢？其实今天才开工，开工，我们过年前就先修了。哎，好，好，这是我的狗，我还是到上面来好了。看得到我吗？看到。OK， 好 ，OK， 这只叫小胖，的村长的狗。哎，好，那我们今天铁花村的大年初二排的也非常好的两个团哈，都是在地的。首先上半场的是两位优秀的年轻人啊。创作啊，才华非常好，他们曾经也参加过那个什么雅马哈的音乐奖大赏啊，最佳的那个名次。那今天呢，这两位都是台东在地的子弟哈，他们成长呢也在铁花村，这十年来他们也是在这个铁花村这样子看着他们长大。那下半场呢是尖尖家族啊，说为什么叫尖尖呢？因为老婆叫小小。老公叫大大，刚好组合起来呢，叫尖尖，非常恩爱的一对夫妻，在这里会呈现很好听的音乐给大家，如果说你感情不好，家庭不美满，听了他们的歌之后呢，你一定会今天晚上会睡得很好，你会回心转意啊，把感情好好的留住啊，在今年，那今年是鼠年呢，祝大家鼠年行大运哈，发大财啊，发大财。OK， 那今天的入场都有盖个章啊，然后今天的门票250，就付一个指定的饮料啊。大家在这个演出期间呢，哈，赶快去兑换，之后呢就结束，我们吧台就收了。哦，这是大家的权益。好，待会演出当中呢，各位在位置上不能够抽烟，唯一抽烟的地方就是在那边那个火炉那边，你有没有看？啊，已经有两位在那边示范怎么抽烟。啊，我刚刚也在那边。稍微剪裁了一下，那边的空气非常好，一次抽五根、十根，去啊，就在那边抽，尽量抽，好，那厕所呢也在旁边，也就是这一栋，先女生再男生，这个是今天是歌手的休息室，是我们平常的那个室内演出的地方，今天很感谢老天没有下雨。按照那个新闻来讲说，上次看的气候说好像会下雨，会天气很冷。不过呢，今天非常优秀，可以感觉到大家的热情。OK， 那明天的铁花村初一直从今天开工一直到初九，我们都有节目。如果大家都还在台东的话，也欢迎你们明天来、后天来，在大后天一起来，干脆就不要回家了啦，好不好？就在台东就好了。好。那手上有盖个章，大家都可以自由进出那个入口。你可以带外食，但是不能够带外酒，好吗？好不好？我们铁花村的饮料非常好喝。你要那个洗肾的，要练肝硬化的，那边都有。但是我劝你还是不要喝太多。如果开车，你有开车，你就不要喝，好不好？那我们呼口号。不。喝酒不开车，开车不喝酒啊！祝大家平安啊，平安平平安安的回家。那不要为难警察，这非常重要。为什么不要为难？不会，你只要你不喝酒，配合警察的那个一次都不会有问题的。那待会演出当中，各位活动的地方就在这里哈，这边你怎么滚怎么跳都没有关系。那不要超过那个吧台那边，好不好？让我们工作人员、表演的人员进出。方便，好，最后呢，我仅代表台湾好基金会及铁花村所有工作人员，祝大家旅途平安，新年快乐。祝大家今天晚上睡觉虎虎生风。好，准备好了吗？各位，感情有没有整理好？有。有了。好，我们回家了，已经坐下来了。好，现在掌声欢迎上半场的拉外跟萨布鲁。还有各位，如果你喝完的饮料空的。你离开位置的时候，麻烦拿到我们侧吧那边哈，谢谢大家，功德无量，谢谢。